老贼，你大早上做什么妖啊？小娃娃，你过来，别害怕。别，你别过来啊！咱们有话好说。你过来，我悄悄跟你说。我告诉你啊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我就想跟你用个功。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个碎法啊！你打算给我运功啊？要不然呢？我说你这脑子里天天都想些什么呀？过来啊，脱衣服。你运不运啊？不运拉倒啊！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。转过去。闭上眼。其实你只要把我交出去，就能换回武林盟主的位置。那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。那你为什么没交出去？是因为我的身体里有你的内力吗？那你现在还在给我运功呢。小景啊，从小到大呢，我都被人耳提面命，登上武林盟主之位就是我的使命，所以我一直在努力。然而当我真正的登上这个位置之后，我才发现我有点怀疑自己了。我才怀疑他们对我说的那些事情，哪些是对的，哪些是错的。比如武林盟主之位，又比如说你。你说的这些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武林盟主对我陈璧山庄是很重要，但是我绝对不会拿你去换。运功的时候说话是会走火入魔的。那也是你先说的。是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